小朋友，大家早上好！陈老师又在与大家隔空见面了。虽然你们看不到老师的脸，老师也看不到你们的脸，但是老师今天准备了一些教材，一些阅读的，可以让你复习复习，或者来朗读一下。今天要学的东西和颜色有关，一起来读颜色。再来一次。颜色，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和颜色有关。这里有好多种颜色，那你是否喜欢哪一种颜色呢？你喜欢的颜色和图里的颜色一样吗？今天就让我们来认一认颜色，而且认识它的颜色和它的字。那第一个，我们就来认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颜色呢？红色。再来一起来读，红色。再来一次，红色。红色，这就是红色。红色与什么物品有关？今天我们就来认一认，红色的苹果。这是红色的苹果。苹果是红色的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粉红色，这是什么颜色？粉红色，这就是粉红色。想必女生一定会很喜欢粉红色。那什么东西是粉红色的呢？粉红色的花朵，这朵花是粉红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蓝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蓝色，蓝色，这就是蓝色。什么东西是蓝色的？比如说蓝色的天空。今天我们学的是蓝色的帽子，蓝色的帽子，这帽子是蓝色，这帽子是蓝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这就是黄色，什么东西是黄色的呢？香蕉，香蕉是黄色的，黄色的香蕉。这是什么颜色？橙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橙色。这就是橙色。想一想，生活中什么东西是橙色的？比如说篮球。篮球是什么颜色？橙色的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什么东西是绿色的呢？比如说叶子，叶子是绿色的。叶子是绿色的，绿色的叶子。绿色的叶子，这是什么颜色呢？这是紫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紫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紫色。紫色，什么东西是紫色的？葡萄。葡萄是紫色的。葡萄是紫色的，这是什么颜色？灰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灰色。什么颜色是灰色的？大象，大象是灰色的，灰色的大象，灰色的大象。这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什么东西是黑色的？头发。头发是黑色的。头发是黑色的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白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白色。这就是白色。
白色，什么东西是白色？白色的猫，这只猫是白色的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褐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褐色。什么东西是褐色的？盒子，盒子是褐色的，盒子是褐色的。那我们已经学完所有的颜色，今天就来认一认字盒它的颜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还记得吗？红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。这是粉红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蓝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蓝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橙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橙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紫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紫色。这就是紫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灰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灰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白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白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褐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褐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认一认，这是什么字？红色。这是什么？粉红色。这是什么？蓝色。这是什么？黄色。这是什么？绿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橙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紫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灰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白色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褐色。让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次：红色、粉红色、蓝色、黄色、绿色、橙色、紫色、灰色、黑色、白色、褐色。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这11种颜色，你是否认得所有的颜色和字呢？请你把这11个词，颜色的词，全部牢牢记住了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再见，同学们。